了，你太狗了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哎呦，他咋真给人呢？他说咱买了养不住，光养死，他去给咱养嘞。哎呦，你不用管了，牛，一会儿妈妈去，爸爸去给你要回来啊。我叫他寄回来，孟轩，这点东西我叫他寄回来。哎呀，把你寄回来，咱俩回来。妈，咦，妈呀，这也没给家呀，这次去那儿要求回家问孟轩去。会不会咱妈领着他出去喂他草了？哎，就咱妈那劲，他会领他出去喂草不？那他去哪儿了？这是？哎，那咱妈会不会领着兔子去咱姐家了？那我得赶紧去看看。你赶紧吧，我哄都哄不住这俩。咱俩娘，咱俩走，走到你超市来，走，走。在呢，在呢。咦，孟轩说的没错，你赶紧给我在。呦，你弄啥了？你弄啥了呀？还在这钱呢？那拿着俺这兔子都走是不是？你给我搁这，你弄啥的？啥是恁的？我问你啥是恁的？你弄啥的？我柴叔啊，你这可不敢弄了，这个不敢儿戏。那俺的兔子你拿着都走着是啥意思？我跟你说的，哎，你给我说啥？我看跟你姐说了，叫她养几天的，叫孩儿。哎，你跟她说了，你去给她买去。叫孩儿玩几天，你我也不知道你咋想的，你也不知道弄啥的。哎呦，一样瞧瞧那一样弄啥的一样，去，让我走。你走呗，你走呗，你走吧，走走呗，你走呗。啥意思啊？你这是？我跟你说，今儿个啊，你是拿不走了，你不信你试试。哎呦，一想就这还没得出的门都来要，出的门都来要。你走走走，我要你太狗了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要走吧，走不走？我烦你，我也是。你看，为了养小兔子，你都想跟着妈太狗了。咋了？我给你推狗了咋了？你咋我说？拿着俺的东西一样子。哎呦，真你说这个晚几天？你说这个晚几天咋了？确定拿着是吧？提走吧，提走！你看我今儿个你推狗了不推狗了？哎呦，你现在晚几天？我看跟恁姐说了一下。哎呦，我让你气！可不敢那狠，可不敢那狠！你在真心里真趁着高，还提走吧？哎呦，吃不了闷了，看见这一下拿着俺东西，我在那说敢拿你试试，就是叫俺牛玩的，养活养不活的是俺的事儿，反正管闲是管的不少。你看你一会儿一下，哎，就要变成小兔子一样可惜个呢，敢给我推狗溜一下，你说要不这孩儿弄啥？真作，我也不是说的一下，气死我了！我给他吃。吃呗，加个吃去。吃。哎呦，我都说。非得吃草莓奶，我得来啥意思？孟轩，这领着牛这次去哪儿去了？弄啥去了？啊，我家牛去给他送东西去了啊。你让牛看见他吃了啊？他说了，不叫牛吃那东西，都是叫他外孙来叫他吃了。咦，我非得去问他啥意思？你孟轩，哎呦，你别领着去问，你去问有啥用？你去给他买点去，超市给他买点。我去问他，你看他想咋着了？还说啊！哎，走吧走吧，东西他快吃到嘴里酸，他真稀罕。天这也不知道咋会有真偏心老李儿。哎呀，俺要买这些东西，你像这俩孙女，要来就吃，来就吃，他吃着俺外孙吃啥呀？你心想，哎，俺都来了。咦，弄啥了？咦啥嘞？我来不中啊！我咋恁姐来了呢？你姐来了？弄啥嘞？这是？就这样哎，就这些吃啊？这咋了？我问你。哦，俺牛给家哭着就因为这些吃。哎呦，妈，你可是真偏心呐！哎。哎呦，你可又跑来看见这一点东西了？我说你不是说你是真偏心？我咋偏心了？那牛哪个会咋着呀？哎，这些他会吃完不会？哎呦，恁姐姐这孩们轻易不来，你想他成天守护的，来这院看见东西都吃，看见东西都吃。他轻易不来，就差住这儿了。还轻易不来？哎呦，还没来！我说今儿给他弄点东西搁到这儿，要那牛来可要了一下。我看都是啊。那不就这几样东西，也没啥东西。要没了我都说没啥稀罕的这东西。你弄啥了？我感觉那弄啥了？那
那啥。俺不稀罕，妈，俺不稀罕，你不稀罕，你要那我就给孟学说啊。咱妈给的。哎呀，别让孟学生气。他生气生气，我也不落这种话。弄啥嘞？拿过来吧，拿过来吧，就那。确定不落这种话是？就那越南个外头好吃，你给我拿。你确定不落这种话是？啊，不落这种话。中，我搁了，我搁了，我搁了，搁了，搁了，搁了。我搁了，我不能给你搁了，我叫你吃。我叫你吃，你我搁着，我就不搁，我就不搁。那天然把你太关心，这些东西你不落那种号呀，我不落那号呀。这些东西你给牛药，牛都不哭了，你还一下子能拿给我给你？你那对吧？呀，你不搁外头来吃啥呀？我不给，我就不要吃。你看你说的，你也是英雄弟弟，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对恁姐做这种事儿嘞？那你不用管。我搁这呀，你我不搁，我就买这些东西，一会儿来了他吃啥呀？你我天哪！那个牛刚才给来了吃，你不想吃，你还笑着啥意思？那人家不会去的买，孟学都不会领着去的买，非得来找我吃。那俺姐都不会领着去买，做事弄着说着行。那不给。那我给你。站住！不给他吃，吃呗，叫他吃去吃。哎呦，我都说了这点东西不稀罕，拿回去药叫孟学也别生气，牛也别哭了。啊，你搁这弄这的是不是？你看你给他东西甩的，哎，甩的，妈，我跟你说你太偏心了，吃吧，你给他吃，一会儿我搁楼底下接住他，赶紧拿走，他试试。你看说你是说你，你这样态度叫恁姐来看见，心中啥味儿了？哎，那是你这态度叫孟学照了，他心中啥味儿啊？他啥味儿来我啥现实？他想他啥味儿？他来我啥现实？硬是好管现实。哎呀，俺姐，我跟你说，他家搁这东西拿走，他家等着了。你看，我去搁楼底下收了。走吧，我不知道咋样，我搁这一下，那不注意一下，你看吧，你要给东西给我扔扔甩甩，那王孟学那就不敢看，你看就是有这面包，他也想拿走，我都不知道他就不敢看见我外孙来。以后你可别随便这帮外孙来吃啥，这是小米，我还得做着到。我要外头别走，你会砸住。我不想让你的桥给他收吧。打我干啥事儿啊？我打你，打你桥还老弄啥嘞？我打你的桥弄啥打你？我打你弄啥打你？我不再说走嘞。孟学，我打电话说你说这说你为了找事儿嘞。你成天弄啥成天在这啊？我找啥事儿嘞？你走可走，你桥来找我弄啥？不是你，我这你听听，我这天这天你叫了孟学，不让叫。孟学，我找你啥事儿来？啊，找我啥事儿？你来这儿都是挑这俩钱嘛来说这去查咋了？那你都不会给他弟扫到，光让小孟学的。不想扫，不想扫。你不想扫，你不想扫。要不要？你想弄啥了？你就会吃走。老弟，你还讲了多少？我就说出去走了，没我打电话了。你这找事儿？我不是你天天弄啥成天搁这？我弄啥？我找啥事儿了？哎，我找恁啥事儿啊？我就来说，你看我说地下的脏的桌子。就你说你都不会扫扫都啊？我一说，你看他那劲儿，我就不扫，我就非坐这，我就看看他会干活不会干活。我不会干活。现在孟学就是养的坐着，吃着没事没人躺那儿。你是个干活的，他会干活，养一庄养你啊？我干活，我干活。你就会吃？你别总来说，那不留我干呢。还叫我干，我干到啥时候了？你这肚子，哎呦，你让咱俩走吧，跟我去，走吧。我不会跟你去的啊，我不会跟你。你这你不跟我去，我跟你说，跟俺我都不放心。你给他老走吧，你不给他老走，跟你说，我的日子中了，跟我去，跟我去。哎呦，那你叫你结婚挪死可妥了，挪死你日子不都不好了？你看你说的啥？我你挪死？你挪死我？哎呀，中了钱吧？哎呀，哎呀，你这太不值了。先天下不让我跟你说，走，表演，走。你给俺外出买两块回咋的？是的，我才不去到那里转出来转到那，你叫我去，我才不去。你我们家我还玩呢，我才不会跟着恁去的，恁跟着恁去玩呢，我才不去。那有一点我跟你说，你跟俺一边找没有事儿，看好牛。去不了，我自己让，可看好了。你进不？我不能去开他，你开那幼儿一行。你去不去？我不去，我不去，前去。走，跟我去走。你看，不去，有点对嘴是吧？爸，他不去院中，你给他说好，这两天不叫他来俺院中说了。那中不中啊？你整天我也不你。下午不来你院呢？我不早你事儿都妥了，我来给你煮饭。你别给煮饭了，你昨天都倒饭给他煮饭。你昨天你这两天你先给我回去，这也别来，中不中啊？要俺心里吹两下。中啊中啊，恁去啊，恁去吧。我不来给他做饭，我也不来他这药房子买点好吃的，妥了。
走吧，慢点，走，咱都出去，走，走吧，别跟着。我说你要是你这撞了，钱啥着就有这钱啥地儿跟着。你赶紧给他弄走啊！你要是不给他弄走，你前脚都他后脚，他又给这又该给地下打来他打过来。你弄啥？你弄啥？找地儿。我家人家，你走吧。你打我那边，走，打我那边。家人家，打我那边，你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说他。要走吧？哎呀，他走了走票回来。要给门锁住，叫你进来，除非你给我门砸住，你再进来吧。你没事找事都，哎，你都不会叫俺上两天。你说跟着他出去玩多好嘞，没见过这样的人都。